管，他专业不对口，也没有相关工作经验。你今天就办入职吧。哦，你带下去了。谢谢主管。先吃饭。你先吃吧，我得把方案弄完。这个方案我不是交给李主管在做吗？挺复杂的，怎么你一个人做？这李主管招了一个人帮我，但他什么也不会，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但这明明就是我做的啊，他连数据统计都不会。不是吧？没有人能抢走别人的方案，任何人都不行。陆总，怎么来了？我和东东熬夜做的方案，什么时候成别人的？陆总，您什么意思？和东东结婚的人是我，我们熬夜做的方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也可以休息一下，